们自己腌，然后鱼皮也是我们自己做。热乎乎的鱼皮肉羹香气四溢，一大匙舀起，里面有满满的料。清早开卖就有排队人潮，顶着寒风就是要在港边来一碗，一口一口喝着热汤，好享受。位在高雄旗津渔港边的鱼皮肉羹店，只有假日才营业。20多年来，老板娘坚持手工制作。用料扎实，口味独特，很多饕客现场吃完还想送给家人吃，过年的宅配订单也是爆满。台北人下来说特地要帮他买回去给他们吃。我家就是大话跟小说，人太闲的家喝。同样是隐藏版美食，这间在高雄三民区巷弄内的米糕店没有招牌，清晨6点就开始卖。装到煎起来的米糕，淋上热腾腾肉燥，加上鱼酥跟小黄瓜，一碗只卖25元。长长的糯米吃起来很有嚼劲，肉燥跟米香混合在唇齿化开，配上一碗5元的味噌汤、油豆腐跟10元卤蛋，一餐50元有找。那个卤蛋跟豆腐，就是都卤得很入味。我去吃了。差不多40几年了吧。我们家吃食材啊，侪啊，啊拢一寡做工啊，侪啊。一天营业4小时就打烊，在地飘香超过50年，老板父子传承在地好味道，秀个短袜的米糕成为很多学生、上班族的早餐首选。华视新闻，我们要许文南高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